My God！为什么你们都有套袋，我没有啊？当然没有你的套袋啊！那么胖，意思是我不用操课了？拜拜。没有你适合的套袋，你就不用跳伞了。我这样不就白操了？来宾魔术，对，你两个。有叫你们聊天的吗？下课后各还我十下。十九万，十九万。大伙，你的 king size。你放心，你的训练不会白白浪费掉的。教官原本都已经计划好了，就算全台湾都找不到你的尺寸，我也会叫工厂连夜改一件给你。绝对让你堂堂正正离开这里，不会有任何遗憾的。谢谢教官。不要误会，我指的不是捷训啊，我指的是这里的每一项训练，我都会好好的照顾你。我警告你啊，待会好好的表现，不要给我耍任何猴戏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所有人听口令，蹲下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上的科目是摆动着陆训练。摆动着陆训练是要让各位体会伞具空中摆动时瞬间着陆的冲力，并结合跳台侧滚所学的五点滚翻要领来抵消这股冲力，避免各位着陆时受到伤害。跳台跳，举手抬腿，一、二、放。准备着陆。一。报告教官，起好到。好，动作扎实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教官。教官，我可以跟垂降一样从背面下去吗？你觉得呢？当然不行吼，吴君凤，你连这点困难都没有办法克服，你爸爸一定会很失望。确保完成。三号月台，好。月台啊，大火车啊，重报。三号台，好。确保完成。三号台。怕什么？创一个头了，准备好了。上台跳，
徐总，排腿。上台跳。徐总排腿。一二放。准备着陆。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起立！一二，啊！疼！叫个屁啊！嘴巴给我闭起来！我看你等等去找张嘉译班长报道，以后去女兵那边算了。叫病哦！准备着陆了。起立！报告教官，十四号到。教官，你被蜜蜂蛰的伤口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？有好一点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。你还在弹跳150下，去。教官，可以100下就好了吗？打什么折扣啊？要买一送一吗？去。是。上去给我重新跳一次。教官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我当然是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让你去女兵那边？那是便宜你了。上去给我跳一次之外，当然在家弹跳训练100下，还怀疑啊？再怀疑加100下、啊。七号腿好，确保完成。四号腿好，好你的头啦！往前走。七号抬腿，二三。带着路，大夫，排长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待会最好给我好好表现啊。睡啊！要不要拿一床棉被给你盖啊？还舍不得起来啊？要是退训，就不能跟赖虎还有吴勇他们在一起了。好不容易通过成功岭的训练，现在被退训很没面子。可是，现在陈英雄跟大家同进同退。我一定会被操死的了，不管了。赖虎，你真的是第一名哎！打从特战中心成立到现在，你是第一个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拉得动的。笑吗？你那么好笑吗？你们同学都不好，你们在幸灾乐祸。我做得很好，是不是？那么喜欢笑，没关系，教官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等一下，给我边弹跳边露齿笑。
大夫，你今天的表演真是太惊人了哈！希望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演出，我很期待。弹跳训练100下，预备。